果你不幸喺示威，或者甚至乎唔係示威咧，只會喺街上面行過，咁俾警察拉咗之後咧，咁你應該係點樣算嘅？咁我相信大家咧，可能尋日咧已經係睇過一啲片段咧，係關於一位老人家喺醫院裏面俾警察咧就係、是、去虐待嘅情況。咁你哋可能咧就會即係擔心，咁見到警察俾人拉咗之後，咁應該點樣處理咧？咁我見到呢度其實都有唔少嘅學生喺度，但我唔想話標籤咗學生就一定會咧走去前線嗰度咧去抗爭。咁因為而家抗爭者咧就不分年紀都有。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心理準備俾人拉。如果你哋俾人拉咗，第一時間你哋應該做啲乜嘢？你哋會唔會有人可以夠膽舉手分享俾其他嘉賓聽？如果你俾人拉咗之後，你第一時間應該做啲乜嘢？咁如果要找校長，是不是應該可能要搞個集會先喎？咁樣樣嘅話，首先要找呢度嘅發起人去搞個集會先。如果你被警察拉咗嘅話咧，第一時間要做啲乜嘢嘅話咧，其實我想話係好廢話，但係好緊要嘅，你一定要冷靜。點解咧？因為你喺被捕之後咧，你會面對一啲你從來冇諗過嘅一啲事情會發生。你看新聞，你知道那個老人家是會被警察這樣襲擊，你可能會見不到律師啦。那為什麼你一定要保持冷靜呢？因為警察會有很多的方法呢是去跟你進行調查的。希望大家記住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則，如果你上連登的話，連登會教大家就一句說話濃縮了，我沒話講。但是背後的精神是為什麼是沒話講呢？是因為警察呢，他是很想你跟他合作的。因為警察他拉你，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調查和指證你。那你越跟警察合作代表什麼呢？就是配合警察去指證你自己。我不是說如果你犯了法不應該被送上法庭，或者是有一個公正的裁決，不是，而是說呢，你被人拉了之後呢，你是有一個絕對的權利是去保持緘默，你是一個市民，你是沒有責任是去配合個警察去調查你，又或者你身邊的一些被捕人士的。什麼叫我沒話講呢？我想講清楚什麼叫我沒話講。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一班人一齊被警察拉咗裏面，你估依班被捕嘅人士裏面會唔會有任何一個人其實可以係卧底嚟嘅咧？你哋有冇諗過依一樣？被捕嘅人士當中一齊起一架巴旅遊巴裏面一齊等緊入警署裏面，當中可以係有卧底嘅咧？我想解釋俾大家聽，喺香港嘅法律底下，一個卧底聽到你講嘅任何説話，而嗰句説話係可以指證你話你犯咗法嘅話咧，嗰個卧底係可以將嗰句説話呈堂嘅。連登教大家講我冇嘢講，呢句説話唔係淨係同警察我冇嘢講，你去到警署之後。你有機會係會有家長，因為你是一個學生，走去警署嗰度探你嘅。警察有啲乜嘢會同個家長講咧？佢可能會同家長去解釋，而家咧小朋友已經喺警署嗰度咧20多個鐘頭啦。咁但係咧，我哋冇機會同佢去進行一個完整嘅調查，因為咧小朋友選擇咗唔講嘢，咁我哋嗰個調查嘅程序咧。一路都未可以開始，咁然後咧，個家長喺個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咧？佢可能會同個小朋友講：，不如你同警察配合啦，你快啲講曬個故事，咁咪快啲做保釋，咪快啲有得走咯。
我冇嘢講，包括同警察，包括同你身邊一齊被捕嘅人士，包括同家長都係，咁樣先叫做冇嘢講。你同家長講任何嘅説話，旁邊係會有個警察喺度。點解？呢個係好正當嘅，因為警察咧係擔心你同個家長去通風報信。個警察上門搜屋之前，你同個家長講將啲嘢抌曬，所以家長見面嗰陣時候一定會有個警察喺旁邊。甚至乎你喺警署嗰度打電話俾你嘅家長，話你需要揾一個律師去警署嘅時候，都會有個警察喺你旁邊一路聽住你講嘅任何。咁所以我冇嘢講呢四個字，並唔係單純咁樣對住一個警察冇嘢講。你一旦被捕，你所有面對嘅程序裏面，你都係冇嘢講。呢個係對你嚟講一個最大嘅保障嚟嘅。你可能會認為我快啲講曬個案情出嚟，我快啲有保釋，咁我可以快啲脱離個警署。警察佢最多可以拘留你的時間是48小時，他一是揀釋放你，他一是揀告你上法庭。但是你在這個過程裡面，你說的任何說話去幫助警察指證你自己的話，你留下案底，那個案底是一世。你自己去平衡一下，你最危險是留在裡面48小時，還是說你給一些證據幫助警察指證你自己，成為了這個一世的案底的證據。在一個案件裏面，警察他不需要有任何的人證，不需要有任何的物證，但是只要你在份證供裏面承認了自己犯罪，那份證據只要就算只是一個唯一的證據都好，都足以令你定罪。所以我沒話說這四個字在落口供的時候是一定要注意，這個是你的絕對權利。好了，大家我講到這裡呢，為什麼我一定要強調這個我沒話說這件事呢？是因為呢，你在警署裡面呢，你未必有機會可以即時見到律師的。律師可能很早已經去到警署，但是呢，警署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行政原因去解釋為什麼律師不可以即刻見那個被捕的人士。譬如他說現在的所有的會客室都已經被不同的律師團隊用緊了，根本沒有房給現在警署外面的律師。所以呢，當沒有律師來去幫你的時候，你沒有話說，你不同警員去提供任何的口供呢，其實是最能夠保障到你。但是呢，所有律師都會給講任何的法律意見的時候呢，都會講一個例外的情況給你聽，那保障個律師自己。那我都要解釋給你聽，究竟你沒話說的話有什麼風險。個風險就是說呢，我假設你是非常之冤枉，是完全是一清二白地被人拘捕了，你可能只是路過而已，就被人家說你非法集結這樣拘捕了， CCTV 都拍了。那你在警署裏面你什麼都不說，有什麼風險呢？風險就是說最後你被人告上法庭，你跟法官說我只是路過而已，法官相信你的說法，跟著判你無罪釋放。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申請訟費，你跟律政司拿回律師費。但是拿律師費的時候呢，法庭就可以說因為你在警署你沒有去盡快將自己那個解釋說出來，咁所以你哋就自招嫌疑，咁就拒絕俾一個律師費俾翻你。咁依個就係咧，你喺警署裏面咧，你保持緘默嘅一個唯一嘅風險，就係之後咧，你就算咧係法庭判你係清白無辜咧，你可能攞唔翻律師費。咁但係咧，切記一樣嘢，你去到最大嘅損失都係你嘅律師費啫。但係你講任何嘅説話，都可能會成為一個證據，指控咗你。咁你會心諗，其實我可以講啲乜嘢會令到一個證據呢？譬如我咁樣問啦，如果我係警察嘅話，我問你，你叫咩名啊？咁你答佢啦，我叫陳大文。咁你知唔知道7月1日嗰陣時候，民陣有搞遊行啊？依樣嘢全香港人都知道啦。咁你話我知咯。7月1日嗰個遊行喺下午裏面搞噶嘛，係咪？係啊。咁7月1日嗰個遊行喺下午搞嘅時候，咁你下晝有冇離開屋企出門口呢？我有啊。
咁喺呢個時候，你有冇去到維園呢？我有去維園啊。跟住你知唔知道晚上遊行之後發生咗警民衝突呢？我知道啊。咁你有冇去到現場去了解當其時發生咗啲乜嘢事情呢？我有啊。咁即係話你係咪喺嗰個示威嘅現場，喺警民衝突嘅現場裏面？你係。你已經幫警察一路一路講一啲你以為係冇爭議、好簡單、人人都知嘅一個答案，一路一路幫個警察去建立咗，原來你就係喺現場。咁你見唔見到當其時有人喺旁邊掟磚啊？我見到啊，你親自見到嘅，我親自見到啊。咁即係你同佢哋嘅距離係好近啊？係啊。你能留意到嗰個警察嗰個一個詢問嗰個情況係可以一路一路問？你可能以為你一路講緊個案情係完全冇爭議性，每一個問題就係令到你一路一路咁樣去到一個位置係指正緊你。我唔係教你哋講大話，我係教你哋一樣嘢。你有一個權利，係一個真密嘅權利，係保障自己。請你哋緊記一樣嘢。最後想講兩樣嘢嘅，關於你哋嘅手提電話。如果你哋俾人攞手提電話嗰時候，記住你被捕嗰一刻，你唔好攞個電話出嚟打電話俾你嘅屋企人，或者打電話俾你嘅律師，因為你攞個電話出嚟解鎖嗰一刻，警察就可以喺嗰一刻檢咗你嘅電話。警察揀任何一個時機去檢取你嘅電話都可以，因為你被捕嗰一刻嘅時候，你身上面任何相關嘅物品，佢都可以檢取，特別係你嘅電話。特別是在一個示威的現場，因為你示威的現場你可能是非法集結，非法集結就是說你跟一班人在這裡騷擾這個社會秩序，他拿你的電話就是要查一下你究竟是不是跟其他人是預謀串謀走來那個地方。所以當你被捕的那一刻，如果你拿個電話出來打給你的家人又好，打給你的律師又好，他可以在那一刻等你解了鎖就拿了你的電話，不要在那一刻打電話俾你律師，你可以去到警署嗰度要求用警方嘅電話去打俾你嘅律師，打俾你嘅屋企人，嗌你嘅屋企人去幫你揾律師。電話冇任何嘅責任同警方講個密碼出嚟，佢要攞個電話走俾佢。但係如果佢問你攞個電話嘅密碼，除非佢得到你嘅同意，又或者佢攞到搜查令，攞到法庭嘅搜查令，否則你係唔使同佢配合嘅。第二件事情，搜屋同樣道理，佢冇你嘅同意，佢冇你冇個法庭嘅搜查令，佢係唔可以去你嘅屋企嗰度。警方可能同你講，如果你有你快啲話你有同意去你屋企嗰度搜查完，咁咪快啲做完個保釋，咁快啲可以走咯。嗱，你自己要諗一諗，而家係咪話你肯同警方配合，佢就一定會盡快釋放你出去？如果你認為你有一個判斷，你覺得不是的，無論你是不是跟警方配合都好，你都未必有得早走的。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跟警方配合，給他上你家裡搜查？如果你去到家裡搜查的話，你可以跟警方說得很清楚，你需要有律師在場去監察整個那個搜屋的過程。那大概呢，就住你被拘捕的可以發生的一些情況呢，我在這裡簡單地解釋了。你們會不會有興趣幫你們的朋友問問題？因為如果說你們有沒有興趣問問題的話，你們可能就怕，我不是說你們準備被人拉。如果你們有興趣幫你們的朋友問問題，是關於這個被捕的任何情況的話，你們可以現在舉手，我看看會不會。是幫人問嘅，幫人問嘅 ，OK。嗱就咁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就係而家警方都拉得好勁啦。咁甚至都有一啲信息就係話，警方為求要個當事人認罪啦，就甚至喺拘留期間係屈打成招嘅。如果萬一咁不幸一啲事主遇到嘅情況就係話，警方為咗要逼佢認罪交數而屈打成招嘅話，當事人喺嗰一刻除咗拘留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呢？我想如果在
一個警察係襲擊你嘅一個情況底下，咁我梗係唔會同你講，請你希望有 CCTV 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喺警車裏面係冇 CCTV， 喺警署裏面都係冇 CCTV。而經過尋日之後咧可能警察佢唔記得咗 check 警案啦，咁跟住然後佢哋又去咗一個 CCTV 嘅地方嗰度打人。咁我相信警察又或者任何人，唔好話警察，任何人如果想犯法嘅話，佢哋都會注意自己係咪一個有 CCTV 嘅地方嚟。咁你俾人打嗰一刻，你可以做啲乜嘢呢？請你哋盡量去記住嗰個樣，因為點解呢？你喺個警署裏面咧，你喺任何一個地方咧，警察都有個記錄，你係被拘留喺乜嘢地方嘅邊一間房嘅，而看管嗰一間房嗰個相關警員係邊一啲人。你只要認到佢哋嘅樣咧，之後律師咧係可以要求值日官將嗰啲警員帶去你面前，俾你認翻嗰啲警員，講到依邊啲警員係襲擊你，咁然後律師咧就可以做相關嘅工作去跟進。我好快咁樣答咗，但係好抱歉，時間關係咧，我今日只可以講到呢一度。咁最後咧就係回應一下今日嗰個大會嘅主題，就係請校長出嚟對話。咁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特首咧佢就搞緊一個平台咧，就話要請多方面嘅人係走出嚟講嘢。咁大家可以將呢個新聞話俾校長聽啦，因為而家連特首都走出嚟搞平台去討論嘅時候，咁校長唔使驚啦，因為特首都唔會驚搞到件事情更加亂啦，咁所以校長都可以走出嚟去同大家去商量。但係如果其實咧，如果連校長咧都唔走出嚟嘅話咧，咁其實咧變相咧，大家可以同校長講咧，係咪你都覺得搞一個溝通嘅平台咧，其實係冇用嘅咧？如果係嘅話，大家不妨將校長呢個答覆寄翻俾特首聽，話俾特首聽，搞個平台其實都可能冇乜用嘅，好唔好？